今天我要换一个机油滤芯，给我的这个帆船上面的发动机，柴油发动机换一个机油滤芯。把底下垫一点纸，防止机油漏出来。这不是机油哎，这是燃油。这是燃油。看这个燃油机油滤芯，好像是这个。你看这个位置，这手都放不进去。空间太小，这咋换？咱把这个门框拆了。Thank you.
看，我们又上船了。好晃呀，我只能坐着，要不然。今天这个风有点大哦。晃的有点厉害。但是我们是什么？航海家。怎么会害怕一点点小的风浪呢？有人晕的躺在那不敢动了。你要多多晃晃，你就不怕这些风浪了。对，我要躺在那晕着晃。继续搞发动机，把机油滤芯给换掉。看看我的机油滤芯在哪儿。买了一个，这个倒很便宜，就几个美金，4个美金，关键就是看是不是跟原来的一样。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样子开就能看到了。看，在这儿，它拧下来。哎呀，哎呦，使不上劲。呀呀，轮漏油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刚才用钳子加了把劲，也拧下来了。哎呦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柴油发动机相对于汽油机要简单一些，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一张白纸，啥也不知道，找这个位置的找了半天。反正机油滤芯是得每年，最好是每年换吧，你放2年也行，但是稳妥一点，还是1年1换。啊，把它擦擦干净，1年1换。
找人换，要么就是要欠人情的，要么就是要花大钱的。虽然东西不贵，但是人跑一趟就贵了，上门一趟怎么的也得最少50-100起步啊，关键还要有人肯来呢，你都不知道到哪去找这样子的人过来。哎呀，所以还是自己动手啊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啊。我要把新的看看尺寸对不对，看看这个旧的和这个新的是不是一样，主要是看这个橡皮圈好像对了，都是在内侧，然后主要这个孔，这两个螺丝孔是不是一样大，一样大那就是可以用了。看一下这个多少，7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毫米啊，729，哪有这么多毫米啊？看不懂，零显示，17.9毫米，17.8，啊，那就对了，那肯定对了，有那么一点点误差，肯定是你测量的，也可能真实有一点点误差，都不重要了，肯定能用了。那我得先把这个倒一点机油进去，到这个新的里面去。来了机油，桶油。上次加了机油，已经加的差不多了，还剩一点点。还有大概1/5。在这个里面倒一点机油，应该够干净。啥都一样，船在晃，慢车，哎呀，倒不准。哎呦，好了，这种纸是蓝颜色的，专门擦这种发动机啊，这些机油啊，燃油啊，比较结实，不太容易破，吸油性更好，比那个厨房纸的话比较结实多了。也不要全倒满，完全倒满了，待会儿装的时候它是横着装的，肯定会漏出来很多。不知道够不够，一下子就下去了。
再加一点吧。好嘞，这下应该够了，再倒就真的装不上去了，一装的时候就要倒出一大半去了，差不多了。我看他们装的时候都要把这个机油蘸一点，把这个橡胶的密封圈给涂匀，涂一点机油在上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更加有益于它的密封性，或者是有益于这个橡胶圈的这个工作时长，反正把它涂一涂。行了，咱们再安装。垫两张纸在下面，省得机油漏的到处都是。哎呀，在哪儿？在这儿。电话，看看这个油，哎呀，怎么样让它少漏一点？哎呦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好，哎呀，终于上去了。
漏了多少油啊？啊，好，好，嗯，比我想象的要少。哎呦，差不多吧。哎呀，不知道会不会漏油啊。基本上是满的状态。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太满了也不好，刚刚好。这个是燃油滤芯，今天把燃油滤芯一块也给换了。这个是新买的燃油滤芯，298854。这个是配电泵，298854。但愿啊，但愿是对的。哎呦！这个怎么样？伸进去。
柴油啊。两个旧的型号的旧的型号数字跟这个新的一样，那东西应该也是一样的，应该没有错。哎呀，得把燃油，这个燃油滤芯里面的油给倒到旧的，倒到新的里面来，倒到新的里面来。这个柴油发动机就是你这个燃油滤芯啊，它里面一定要装满柴油，它不能留太多，不能留空气在这个燃油管道里面。如果留了空气在里面，它就可能打不着火。基本上都倒出来了，不知道。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再加一点？哎呀，你把这个橡胶密封圈涂一点柴油在上面，柴油那修东西就是这个，哎呀，就是这个吧，哪里都挤得要命。哎呀，这人都没地方摆不了姿势，只能在地上躺着。啊，现在只能在地上躺着。辛苦一下子，发动机保养好，出海就省心了。行，那
没法在家里。那够不够啊？我挺担心还不够，那咋整？要不然再加一点？还有一桶油在外面，又拿了一桶油再加一点，搞了一箱油过来，再加一点油。哦，对，站了就出来了，这怎么搞？太多了。哎，大佬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回满满的了。啊，这回是满满的喽。还有气泡，这肯定够啊！难道这再不够啊？对不对？这肯定够。哎呀，这都是菜，把它装进去，把它装进去。哎呀，这手拖着，哎呀，下不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冷漏，冷漏，还得选好位置。哎呦，人还得撑住了。哎呀。
哇，这水平真是不要翻了。慢慢的柴油，还没淋上去。角度在哪儿呢？找这个牙，哎呀，不太好找。好像是上去了，应该上去了。跳出来多少柴油？跳出来多少柴油？上一层柴油，油光亮亮。哪儿都碍事儿，哪儿都憋死。哎呦妈呀，这膀子这儿憋得疼。哎呦喂，这吃不上劲。哎呦，先起来，换个角度。不行，太滑了。再来一把劲，再来一把劲，再来一把劲。哎呀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这下差不多了，没有理由。没有理由泄露了。哎呀，我乖，我的天，又费劲了。顺便到处擦擦。算完工。好了，这个机油的过滤已经换好了，然后这边的这个燃油过滤也换好了，然后把发动机发动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就说明换油成功。那个滤芯成功，有人已经晕得不行了，在闭目养晕。
数20下，三四启动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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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就担心那个燃油的那个滤芯里面夹带一些空气，感觉是不是有空气？还得再重新。放满了一点，好了，乖乖，不容易啊，这个机油滤芯换过了啊，不对，这是燃油滤芯，然后机油滤芯在那边，然后现在刚刚求助了一下子，这个原来的传动告诉我，这边有个阀门，它可以排除这个换燃油滤芯的时候在管子里面隐藏的空气。把这个打开，就可以排空气，把空气排掉。有空气在里面，刚才发动机就熄火了，就打不着了。现在要把空气排掉。有油出来了，看，这是柴油、燃油。有油出来了，就是空气就可以排干了。那个哒哒哒的声音是燃油棒的声音。
再排一下。那个空气排完好了，把钥匙关掉。好了，这是第一道这个柴油的这个过滤器。底下是一个碗，然后可以把油和水分离，就是水油分离器。那如果柴油里面藏了一些水分的话，它在第一道关这边水分就会下沉，水分下沉就跟那个油分开，这样子发动机里面就不会有水分进去。然后这个滤芯，这个是第一道燃油滤芯，已经换过了。第一道燃油滤芯已经换过了。啊，哎呦，今天干了几件大事。机油滤芯换掉了，第一道燃油滤芯也换了，第二道燃油滤芯也换了，然后。燃油系统、燃油管道里面的空气排放也干过了。哎呀，算是对柴油发动机进一步的一个基本的认识。遇到小问题就不怕了，自己可以保养了。好嘞，把它启动，准备启动。看看这把启动能不能一次成功。哎呀，好，带钥匙。你这个锁20秒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。好嘞，一次点着，然后听一会儿声音，听一会儿声音会不会变化？听声音好像正常。加点油，
怠速能站得住。好像成功了，成功了吗？耶、yeah, 现在发动机自己保养喽，发动机可以自己保养喽，一年干一回，明年再干。哎呀，明年再干，今年就不用烦了。来看看。